各位观众朋友，真欢喜你半时间来收看这个节目。那讲到东部，特别是伫花莲，讲到这个有贡献的人，其中一个真重要，安尼就是伫讲到天主教的费生元主教。这个费生元主教是对巴黎外方传道回来，天主教法国巴黎外方传道会啊，来到伫台湾的所在，伊就讲过这种的话，伊讲咱也是诚心来向上帝祈求，伊一定会赐赏赐，予咱有够额的气力，搁看见生命光明的方向。伊讲咱得爱面对的现实，唔通平淡。啊，若要爱成功，脚得爱实地踏踏落去，啊，随时去做。伊讲这就是我的工作态度。这就是费生元神父，也是讲主教，伊在勉励修道，伊才会修士所讲的一句话。伊是1951年12月啊来到伫台湾，甲伊共时阵来，安尼挂衣，安尼拢总6个人，拢是属伫巴黎这个外方传道会。巴黎外方传道会，伊本来这个费生元主教甲遮个神父，拢伫倒位？伫中国东北的沈阳哦，沈阳这个所在。啊，伊的家庭父母拢是真敬虔的天主教徒。细汉的时阵，伊就立志哦，讲毋忙有一日。伊会当亲像真济长辈一样，去到伫中国伫遐来传福音。按伫中国个东北伫遐传福音，啊，起学校做医疗服务，啊，起教会真有成绩。后来真正有达到伊个愿望，啊，伊加入伫修会哦，啊，然后就真正接受封立啊，正做一个神父，就派到伫沈阳，伫遐来做什么？伊伫遐来做一个李家神父，伫李家神父。什么叫做李家神父？那用咱今仔日的话来讲，叫做总务，伫管理财产，伫整理产业，啊，伫负责所有的机构经费的分配，等等这种的工课，啊，这对整个的机构来讲是非常重要。有人伫整理这的工课，安尼真有帮助，按伫东北做了非常好。但是要打算，咱知影第二次大战伫1945年结束了，即时就发生啊，共产党甲国民党伫争政权的代志。国民党伫东北的政权大胜就失落去，啊，共产党占领1947年，当共产党执政，将你规个中国了，头一个发布的消息，就是讲所有外国的传道者，拢一定爱伫1951年年底进前离开中国，那无就灭了。费主教伊无第二句话，伊就决定一定爱离开中国。伊知影甲共产党的人讲话，伊无得甲你讲理由。伊敢讲一人，伊的手有枪，这个是因得想的哦。所以费神父就伫1951年12月来到伫台湾。啊，伊想哪要来台湾，真清楚，因为伊知影台湾国民党已经走来伫这个所在，啊，开始在推动华语。所以呢，伊就知影讲来台湾这个所在，安尼因唔免搁再用真侪时间去学习语言，安尼因来到台湾，啊，得去到伫华联。因六个神父到伫华联，安尼伫过冬1952年12月底来到台湾。
记当1952年，因六个神父就招咧啊去到伫山顶的所在。因其实是沿路伫探勘、伫看，即、這个中环贯公路对塔罗沟入去安尼一直行。因对华人啊，各所在去行去看，就看到真济原住民的部落。后来有一日，因行到伫倒位，行到伫即个天祥，塔罗沟入去天祥的所在，伊伫遐发现到什么？因伫个山顶天祥遐有一个平台，啊，一个看落去，哦，安尼群山，安尼山岭一片一片一直落去。真感动哦，因为真感动，因伫迄个山岭的所在，这六个神父就跪落去，啊，伫啊来举行一个真特别的弥撒，啊，这个弥撒就是因在讲讲做献身的弥撒。按伫迄个献身弥撒的中间，就用上天来救助，伊讲这个群山峻岭开拓福音的时光。因要伫迄个所在，伫即个山岭的中间来开拓基督教的福音，啊，带即个山间的部落来用诗歌阿罗上帝。你啊看，这六个神父，惠主教带其他的五个神父，伫做一种的生命，嗯，上天来伫救助。因要予山岭中间遮个部落一个一个一个部落，拢会当用诗歌来阿罗上天。安尼开始哦，咱会当安尼讲哦。1951年12月，安尼52年开始工作，一直到2000年，安尼经过偌久？经过48年的时间，1952到2000年，48年的中间，对巴黎外远传道会来到伫华联，拢总来42位的神父，咱得当看出讲，因偌年的拼命，要将基督教的福音解传回出去。1953年10月12日，有两个神父对瑞士来，这两个神父。其中有一个，我把介绍咱熟悉，就是广东高工这个创办者徐子平神父，伊甲另外一个神父，就是施路加哦。这个施路加，安尼因两个神父去到伫华联，因本来是对瑞士白领车会、外方车会，但派来。伫华联要加入即个法国外远车会的福音团队的工作，后来即个惠主教就带徐子平神父甲施路加神父，安两个人安尼就开始安尼慢慢开车慢慢行，一个部落一个庄社一直行，你知行到倒位，就是行到台东。然后，这个惠主教就甲徐子平神父、甲施路加神父安尼讲，伊讲，阮巴黎外远教会来负责华人馆，啊，台东馆和瑞士白领教会去负责。啊，这地我想起对苏格兰来的宣教师的历史牧师，啊，带马街牧师啊。对台南啊，坐船去到伫淡水啊，然后对淡水两个人沿路落来到伫倒位大架溪啊，徛伫溪边哦。历史牧师就答马街牧师安尼讲，咱就用这条大架溪为界，上北和加拿大的基督教会去负责啊，原罗南和英国。会宣教会来负责，都都亲像安尼真共款。惠主教伊倒转去到伫华联，安尼就开始来进行伊传道开拓福音的计划。啊，咱先讲到这，来休困者，再搁继续。
这个惠主教是一个真聪明的人哦，伊甲其他几个神父，伊就敢讲哦，讲咱一个真重要的所在，就是乎台湾这个人民的内心，这个心灵的建设，比物质的建设搁较重要。所以咱要乎这个华人地区的人，因的心得到帮助。惠神父，我有敢讲，伊是一个理家神父，所以伊知影要安怎来整理因的宣教的工作。伊头一个代志，就是将花莲甲台东这两个地区所有重要的教育机构，改整理开。你啊看，伊在看，甲一般的人真无共款。伊看到的是啥物？伊讲。教育是一切底，这个是真重要。啊，伊有发现台东甲花莲，台东有一间师范学校，花莲有一间师范学校。台东有一间高中收查甫的，嘛有一间高中收查某的，花莲嘛是同款。啊，唔但呢，伊搁再发现一项，安尼就是啥物？就讲。华人加一间什么？加一间工业学校啊，但是有农校，台东嘛有农校，就无工业学校。后来我有介绍过徐子平神父，就是伫台东办工业学校。啊，这个惠主教伊头一个想到的什么？因为因这些神父拢去山林部落种下啊，较偏远的海边。部落阿美族的庄社去看，地发现一项，真侪囡仔无在读册，真侪囡仔无读册，特别是真少年，有的是读国民校了，就无搁再升学去，得伫厝里到做事做工课，啊，甚至囡仔就去人的厝在当做工。所以这个惠主教头一个想到的是什么？我要来办一间中学，啊，特别是办什么？收这个女生，这个少年的女生来尴尬，伊的看法，女子教育会提高，会改变家庭的意识甲观念，因为女子伫家庭的内面扮演真重要的功能甲角色，所以头一间办的学校，就是做啥物？就是叫做海青哦，海青女子中学，海星女子中学。伊将遮个部落的查某囡仔拢啊叫叫来，讲恁得爱去读册，读册会改变恁真侪思想甲看法。啊！但是这拢对庄卡、对山林部落落来查某囡仔，你要叫伊带队，哎，真趣味。徐子平神父嘛，来做徐子平神父开学校的时，伊就发现真济对山林啊、对真偏远的部落来，你要叫伊伫台东市带队，所以得起一个培植院。予查甫的学生带，佮起另外一间校舍，予查某囡仔带。惠主教嘛是同款，伊就伫学校边底下来起宿舍，予遮个查某学生通伫遐来带。啊，即间海青中学、女子中学后来就改做海青中学，唔但收查某囡仔，嘛收查甫囡仔，啊，佮来。就是伫伊真认真地推动教育的下面，咱在一间海青中学就真侪，今仔日真侪教育部指定迄、那个叫做繁星计划，吼、哦，繁星计划的学校，就讲遮个学生若优秀，会当参加大学，唔免参加考试，就参加精选，啊，会当进入大学。啊，咱地当看出讲，伊这个观念是非常特别。啊，为着要办学校，惠主教伊特别写批倒转去到伫巴黎的所在，伊写批去予法国的修会，拜托因派一个修女来
派修女来甲伊斗三工，推动什么？推动教育甲服务社会服务的工作。后来有一个修女啊，真重要的修女叫做吴淑乐。这个吴淑乐修女，伊接到批，伊是安尼讲，伊讲费信夫的批是安尼写。伊讲我拄到华联，台湾的华联开拓福音的事工，我无什么钱，啊，华联地区发展真慢，啊，落后真济。伊讲人民的生活非常的困苦，我真需要有心的修女，有年轻有为的修女来帮助我，来帮助我做教育甲慈善的工课。这个吴淑乐修女，伊讲伊本来是准备要去中国的，啊，毋过中国遐已经无容允任何外国人留伫遐，所以伊讲这真正是上帝意思。我想要去中国，袂当去，煞接到惠主教的批，所以得将惠主教的批甲伊家己的心愿写批去到伫罗马总会所在。伊个总会接到批，就随时回批，予即个吴淑乐修女，甲伊讲，你就通平安去，去甲惠主教斗三工。所以伊就赶紧啊，招几个修女就做回来，啊，来到伫华联个所在。1959年，除了办海青女子中学开始。惠主教同时阵嘛伫伊个会所一边个空地起一间学校，叫做若瑟小学。哦，若瑟伫基督教叫做约瑟，哦，天主教叫若瑟。哦，这个约瑟小学后来就伫华联成做一间真出名个学校。伊个看法就是讲，爱对教育来改变人的心，这个是惠主教一贯的看法。后来真正不但是海青中学、约瑟小学发展了非常非常的好，栽培真多人。1963年，不但是安尼，啊，惠信夫伊真清楚的一项。这人就是讲爱栽培台湾本地传道者，所以伊就搁伫华联办一间修道院。这间修道院是伫1963年创办，嘛是叫做约瑟修道院，安尼来训练本地的传道者。伊知影有一日，因这代拢会老去，若无人来继承，就会去烦着。17世纪荷兰人伫台湾所犯着的毛病，荷兰人伫台湾前后38年，但是无伫遮栽培任何传道者，所以当荷兰38年后离开了，1661年离开台湾，基督教的福音嘛停落来，所以就开始办。1963年，安尼就是伊来到台湾啊，11年后。就开始办修道院，但是办修道院哦，这个吴若，这个吴淑乐修女嘛，同时阵在办什么修女院？这个修女院的名叫做马尔大哦，马尔大的基督教的圣经内底叫做马代哦，伊办马代修女院内底训练一群修女。来做基层、上基层社会服务的工作，啊，这就是后来这个惠主教在勉励这两间修院的学生的时所讲的话。伊讲，无论环境偌尼的歹，咱一定爱会记得诚实、坦白。诚实甲坦白是所有传福音的一个基础，再来就是爱过真简朴的生活。
因为是简朴的生活，咱才会想到要将手头有的物件分给别人。然后你也看这惠主教的理念是真有意义的。后来这些修女训练出来，拢会派去对，派去安养院、老人院、启智中心，啊，甲进入去原住民的部落去推动什么家庭教育甲卫生生活常识，因感觉要予减轻原住民的医疗伤害，就是加添因的医药知识。啊，这是因出去在做，啊，做了非常好，所以后来有真济地方拢办一挂训练会，就是根据这个马尔大修会，正做一个学习的样本。有足济所在办修女院，地拢来以这个所在来学习因得办的方式。咱会当看海青中学伫花莲发展了非常好啊。唔过咱看海青中学、玉溪小学，啊，过来发展的是什么？两间修德院哦。拢需要什么？需要真大的经费，所以费神父伊过去离家的经验，就予伊用伫华莲的所在，常常写批四界去募款，摕真济经费来得支援伊伫华莲推动的工作。有人甲伊问哦，讲你在？去无遐尼的济钱，你是要安怎做遮个代志？啊，佮做遐济工课，惠主教敢若讲一句话，伊讲爱对上帝有信心，哦，即个真心实个。啊，伊佮勉励遮个修道院个人讲甚物？伊讲恁得爱知影，不是进修，若是无进步，就是伫退步。伊讲真正个感动人个心是上帝。无论咱读偌济册，唔通袂记得一项，感动人的心是上帝的圣神在做开啦，唔是咱得到偌济的学问。1983年正月初十，惠主教安息伫世间一日，享年86岁。后来即个马尔大修女院就特别为着要纪念惠神父。因就开办台湾头一间叫做原住民老人养老中心。原住民老人养老中心主要就是在纪念惠主教，所以这个中心就改号名叫做生远之家。哦，啊，这就是惠主教在华莲所做，让人笑脸的工作。多谢你拨时间收看这个节目，平安。